Thank you.
少侠，奴家这厢有礼少侠，奴家这厢有礼了。
凡是对商会不利的，都不能轻饶。 解除控制效果，震飞周围目标，并在短时间内免疫控制。这个技能是脱离技，可在被敌人压制时使用，立即脱离压制状态。 想不到这翠剑谷如此清幽，何人擅入翠剑谷？这位姑娘，在下有事求见孔雀先生。我家先生正在钻研赤金化铜之术，概不见客。在下有火急之事，关系江湖各派安危。 还请姑娘通报一下。你这人好没道理，明明是你有求于我家主人，居然还如此咄咄逼人。姑娘见笑了，在下确有急事求见孔雀先生。我都说了，言儿，是谁在吵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谁都不见。孔雀先生，在下有事要请先生。管你是谁，我一概不见，快走。 可这昆宫反应劫，你说什么？昆宫反应劫，哼！快拿来我看。
这里的机括真是精巧。哎，居然是如此设计，妙哉，妙哉！你以为躲至翠剑谷，有沙门就找不到了吗？还不将密钥交出来！你等鼠辈，竟尾随至此！先生，这密钥就放在这里了。这人说话如此粗鄙，我为何要交给你？不交，那就去死吧！孔雀先生，孔雀果然不愧巧匠，这密钥打造的四模四样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乃流沙门主虚谷，小子，拿命来吧！先生就不会死于非命了。这坤宫反银劫已经造了太多的杀孽，你且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明月照何处，天涯有蔷薇。
居然也有流沙门余孽，事到如今只能硬闯了。此地凶险，请走这边。遍千山看斜阳，大路上贼人太多，且从后门潜入天心阁吧。对商会不利的都不能轻饶。少侠请随我来。少侠来得正好，有要事相商。新密钥已经造好，十二连环物和流沙门对天心阁虎视眈眈，密库已经不再安全。当务之急是开启密库，将库内孔雀翎图谱下篇
尽快转移。此事不妥，如今敌暗我明，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如何是好？孔雀灵图谱收藏之地已然泄露，此地不再安全。我商会百年秘库，前辈们早有谋断，岂会如此轻易被打开？哼，只怕也没那么牢靠。你，秘库泄露之事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才来商会几天，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黄金生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别吵了。此秘库开启条件苛刻，一是秘药昆宫反银劫，二是历代主人独门心法，没那么容易打开。但是既然你难以决断，那就让老子来帮你。不好，敌人追来了。今日我铜摆双旗出手，便是你们的死期。上！想到这上门实力如此之强，这么下去可还得了？奴家说了，天心阁早已成为众矢之的，击退了这批，还会有更多。也罢，跟我来开启秘库，不过千万要小心。待我开启秘库，独处乾坤万象中，从头立立运元功，纵横北斗心机大，颠倒南陈胆气雄，头变转动玄机杯，星流霞破香参差。此事天宫无尽巧，不达细意不可穷。玉儿，白先生，随我下去取那图谱。却灵图谱安然无恙，白先生，速速将其转移吧。此事就不劳白先生费心了。玉儿，你要干什么？奴家煞费苦心，为的就是这本图谱。老爷说奴家是要干什么呢？玉儿，您派了那么多流沙门的人送死，总算让老爷主动打开秘库取出图谱了。难道？你一开始跟着我就是为了这图谱，不然呢？你这贼妇！奴家还要多谢各位成全。流沙门的兄弟，动手吧！哈，今天爷爷要血洗这财神阁。哼，傅红雪，快，你们来救他。交给我吧。这里山明水秀，玉姑娘又何必着急离开？叶南飞，你也来趟这浑水？傅红雪能来，在下为何不能来？哼，奴家不打扰二位的兴致，少赔了。好轻功，今天就与姑娘比比脚力。
就是傅红雪？围住他！管你是谁，老子照杀不误。拔刀吧。多谢傅大侠相助，好快的刀。人呢？那女子轻功在我之上，被他给跑了。在下惭愧，不过改日你我决斗之时，有进无退，无关轻功。不错，黑刀与蔷薇剑何者为强，凤凰极上自有分晓。傅兄保重，告辞。流沙门听命于青龙会，如此一来，孔雀翎图谱的上下两篇都已被青龙会得手。燕大侠，如今该怎么办？图谱在手，不代表便能铸造出孔雀翎，青龙会必定有下一步行动。不错，看来我要回杭州城一趟，探探消息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燕大侠了。同在江湖奔走，何必如此客气？我这就回杭州城。后会有期，多保重，你我自有再会之时。贱买贵卖，货真价实，这才是经商正道。百年商会，信誉第一。